教室的圣诞树。朋友们呐、啊，哦，皮特你好，奥德姆你好，哦，皮特和奥德姆来了。啊，猫头鹰老师好，来得正好啊。皮特也和动物朋友们一起装饰圣诞树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棵大树会成为我们森林教室的圣诞树，把各自喜欢的东西拿过来挂在圣诞树上吧。喜欢的东西，胡萝卜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的。那开始装饰一下漂亮的圣诞树吧，我会期待的。朋友们，我们快去拿自己喜欢的东西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闪闪，咦 ，Christmas tree， 装饰小宝，咦 ，Christmas tree， 三塔和鲁道夫来之前，圣诞树上挂袜子 ，Christmas tree， 雪人挂一张，铃铛棒，棒糖我最喜欢的玩具们。是什么礼物呢？好期待，好奇了，或许是我喜欢的恐龙吗？一闪一闪 ，Christmas tree， 装饰小宝 ，Christmas tree， 三塔和鲁道夫来之前，圣诞树上挂袜子 ，Christmas tree。下着雪的冬夜，骑着鲁道夫雪橇，说圣诞老人爬烟囱来。是什么礼物呢？好期待，好奇了，或许是我喜欢的童话书吗？一闪一闪 ，Christmas tree， 装饰小宝 ，Christmas tree， 三塔和鲁道夫来之前，圣诞树上挂袜子 ，Christmas tree。朋友们，你们都带来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吗？哪来了？我哪来了我最珍爱的哑铃，因为我喜欢运动课。我带来了我最喜欢的苹果，红苹果，绿苹果，苹果真好吃。我带来了我温暖的羊毛质的袜子。我带来了我最喜欢的童话书。萌，我要挂我最喜欢的牛奶瓶。胡萝卜跳，胡萝卜跳，我带来了造漂亮的蝴蝶结的胡萝卜。我带来了在济州岛海边游泳时候找到的漂亮的贝壳，我还漂漂亮亮的土颜色喽。哇哇哇哇，我要挂我跑步时候穿的我珍贵的运动鞋。哦，我要挂我最喜欢的蜜罐子。哦，不，让我再吹口。我贴上了我喜欢的树叶，做成长蝴蝶结，围在圣诞树上会很漂亮的。我带来了我喜欢的闪闪发光的星星。奥德姆也带来了他珍惜的骨头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，圣诞树太漂亮了。圣诞树好大啊，我想快收到圣诞礼物啊。你别再吃了，快把蜜罐子挂在圣诞树上吧。哦，知道了，让我再吃一口口。哇，动物朋友们把圣诞树装饰得真漂亮啊。呜呜呼，朋友们，你们也用喜欢的东西装饰一下漂亮的圣诞树吧。请期待森林教室的下一个故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呜呜呼，朋友们一起玩吧，跟皮特一起玩吧，我就是勇